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中叶宝宝，这是我刚才收出来准备洗的碗，我去拿洗洁精回来就看到这样子的一幕。你是在帮爸爸洗碗吗，宝宝？啊？你看，有模有样的哈，还有筷子拿了一大把出来，他洗的没比洗之前还脏，还能用吃饭吗？这么小就这么懂事啦，会知道帮忙爸爸啦。啊？洗完了不洗了，等一下爸爸自己洗哈。呀。啊，在喂猪吗，小秋？对啊，都喂第三第四次，一天天吃的好多哦。一天喂三次就好了。还是猪吃的真凶啊！哇，好肥哦，吃饱了就睡觉。他不睡觉了，去干活。这个样子应该有八九十斤了。大这个有，小那个总是被大这个抢吃。抢不过他。哦，没。没有吃多少嘛。你出来，你看你儿子在干什么？啊！我靠，敲着我脚，干什么？他帮我洗碗。你洗碗？你看洗的这个衣服，还有手上，还有这些碗，你看刚才拿了一大把出来。那晚上吃什么？只有一双筷子。叫他去拿。你看个小孩子都看成这样子，你看他玩。不是我给他玩，他自己要玩。走啦，我们去外面要一点那个香蕉树回来给猪吃，前天他很喜欢吃的。哦，现在对我养猪这么上心啊。那当然了，那你买的你不喂他吃什么，你等一下把他饿了。那走呗。他还是挺喜欢吃白菜，吃香蕉树那些。嗯，这些碗不要了，看着好脏哎。不要啦，我都说明天去外面买一套新的，你看他都弄成这样，你看他抠成这样，你吃会刮嘴巴的。他帮我们洗碗。洗吧。别骂他哈。算了，不骂那小孩。他也是想帮我们呢。不要就不要啦。这一大片全部都是野生的，平时人家都是来这里拿给牛吃啊。老公。我跟你说，像这种小小的都可以剥出来拿它的心啊。拿它的心。哦，里面的心嘛。哦，香蕉心。拿出来用炒那个肉吃啊，或者炒鸡肉很好吃的。这个就一个就够了吧。一个就够了，你有没有吃过？没有吃过。没有吃过啊。到时候我有时间我就给你炒。拿这个是拿回去怎么吃啊？把它切小小的呀。然后就丢给他。是。猪牛啊鸭鸡啊都很喜欢吃这种。而且是香蕉喂猪的话，那猪肉也挺好的。炒一个就好哈。嗯，一个就够了。然后再去上面。就是等它吃完了，你再来弄嘛。这会不会太老啊？不老呀，这是给猪吃的，你只要把它外面这一层皮全部把它剥掉。黄色这个吗？皮干干的这个，里面的只要是像金黄那里就可以。你喂猪的经验比我多哈。以前在我老家我也有喂猪过的呀，也就是拿着香蕉给它吃，还有那个什么红薯颠呐、啊。南瓜，来啊，来嘛！你看他也是跟我们一起来。哦，蚂蚁好多啊！有蚂蚁啊，老婆。蚂蚁也吃香蕉树啊。它是甜的吗？够了。三个就够了。够啊。可能要够它吃几天哈。今天、明天就没有了。吃这么快啊？是，是平时我看到。人家来拿给那个猪吃，不是拿给牛吃，他们说是野生的，以前我还以为是谁种呢。没有，这个他以前很久很久之前是有人在这里的时候他们种的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大，五六岁，现在都有十几年了。哦，像前面那些房子都是荒了吗？啊，人家早就搬走了。哦，放荒了哈。以前这里是游泳场。游泳场啊，老爸他们知道。嗯，现在都全部放荒了，都没有人。那回去吧。走啦，你刚啊，要不要我帮忙？我帮你拿这小的。这个也要。
这个啊，不要，这个明天后天再出来拿，你拿太多了回去，它这个水分会干了，猪吃它就不喜欢吃了。它喜欢吃就是喜欢吃这个香蕉树，它那个水分比较多。好重，重哦，这水很多这种，真勤快、啊。你们说哪里还有小男孩子像他一样啊，那么勤快？弄啊弄滑，生气就不要了。你都走过去了吗？不用过来啦。再来这里拔一点白萝卜回去，明天拿煮给猪吃，要不然放在地里全部都是坏掉了。你看，那么大的萝卜都没拿炖排骨煮炖。吃掉了多少？哦，空的。这个是坏了。怎么会空啊？这种不要了，丢在这里了。要了哈。煮起来真的是特别好的，很有营养。嗯，还有这些葱，你看都吃不完。天哪，好浪费呀、啊！它重了。重吗？是啊。重了。帮我提啊！来，宝宝要不要来一个？抱得动吗？嗯，不错。帮忙抱哦。会帮忙啦。看一下能抱得起来不？来，妈妈给你拿，你拿不动，走，回家啦，走。好好走，慢慢的。呀，你看到这个样子。过跑啊！要把它拉住。来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哇，踩到刺了！哎呦呦，妈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哎呦，痛！穿着拖鞋来山上干活，就是不行。我也是搞大拖鞋的。你这还好一点。哇，这个有刺，这个、萝卜叶。嗯，它有点。嗯，够它吃一天了。一天吃不完这么多，应该。明天，我说是明天。哦。你看那个大猪吃的那么凶。我们做饭那里那个灯太黑了，每次炒菜的时候都看不到什么。这个要多少？哦，可以的，这个那么大应该很亮的。平时每天做饭都看不见了。是，黑黑的。哦、试一下看呢、啊，亮不亮？如果亮的话，就把它买了。笑什么？还是小潘。哇，好亮啊！这个可以。可以啊、哦。嗯，可以。咱们家那灯泡像以前，十年前那种的，很穷的人家才没有灯泡，搞得。没事啊，那时候老爸他们总是忙，又没有时间去换。现在你把它换了就行了嘛。其实本来，这个又不贵的，只是说老是会忘记。是每次出来都搞忘记了。好，那回家了哈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家把灯装，然后把猪喂了。